那么我们中国呢是一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家，我们一共有56个民族、嗯、有16个民族啊，你国家。你有没有听说在美丽的云南有一个民族叫做傣族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没有听说过，哇，那你孤陋寡闻了。傣族这个少数民族呢，他们生活在美丽的云南，云南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美丽的地方，被称为世外桃源。在傣族人呢，他们能歌善舞，经常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。而云南也有许多美丽的孔雀，今天呢我们来了3只非常美丽的孔雀，他们将带给我们傣族的孔雀舞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，那我们将时间交给他们好吗？让我们掌声有请银河舞蹈团为大家带来傣族舞。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。银河舞蹈团，对，银河舞蹈团为我们表演的孔雀飞来。
俾啲掌声佢哋。孔雀飞来啊，非常之漂亮。